I'm Michael， 我係嚟自 Townhouse 嘅 bartender。咁我今次參加咗呢一個調酒比賽，咁嘅目的係其實想同其他唔同地方嘅 bartender 去交流一下，識多啲朋友。同埋我今次做嗰杯 cocktail 係用咗一個 infused gin 啦，再加埋一個菠蘿嘅 liqueur， 係啦，做菠蘿汁去做一杯 cocktail 出嚟嘅。咁希望大家中意 ，thank you。